我们要给大爷让路吗？他要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让路，不过当然是要用格兰尼达冲击波回应他，是我的咒力大炮，怎么样啊？痛不痛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布。我们今天要来玩仙台结界的四天王之一石榴龙。阿龙啊，是我们400年前的古代术师，据说拥有最强的咒力输出，是一个咒力大炮。他是在死灭回游篇登场的，是一位勇者，他的咒力输出也是位居第一。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形象是一个飞机头，然后热爱甜点。战斗的理由啊，似乎是人生没有得到一场满足的战斗。然后他的术式非常的简单，就是咒力放出，用头发制成的炮筒作为输出口，发射极强的咒力冲击波，就是非常单纯的咒力输出。所以啊，石榴龙也成为了唯一一名无论是否使用术式都能打出同等攻击的术师，尤其是在领域展开之后的术式熔断期间，他这一个特性的优势就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来看看阿龙现在有什么招式：攻击、强攻击、连续攻击、格兰尼达冲击波一、格兰尼达冲击波二、领域展开、辽阔沃野。好，看来这就是我们阿龙的招式，果然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头上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炮筒，会从我们的炮口啊，这样发射出去白白的三条东西。对，你们不要想歪。刚刚看到那边好像有点火焰，怎么烧起来了？话说，为什么我每次都生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啊？你看，你看，它又烧起来了，那边怎么了？然后又熄掉了。我们过去看看好了，然后可以测试我们的跑酷能力，冲啊！啊呜，有西瓜欸，我们最爱吃甜点了。西瓜可以算甜点吗？为什么这边烧起来了嘞？哦，是有岩浆啊，又是岩浆，让我来帮助你。喂 ，OK， 我们又拯救了一场森林大火。那我们这一集啊，就随心所欲的挑战那些强者，看看谁可以让我们吃饱。然后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试着打打看乙骨幽太，毕竟在剧情里面我们也是被他打败的嘛。我决定从头到尾都要带着我们的西瓜片，它就会在我们的副手上面。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小鸡，又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啊？为什么最近都出生在奇怪的地点？有了有了，对面是平原，不过看起来好小。OK， 这边看起来哦，应该不小吧？我们应该可以在这边等到晚上。谁啊？刚开始就是丑丑啊！格兰尼达冲击波二。超级咒力大炮哦，好像蛮痒的。等一下，走开啊！格兰尼达冲击波一 ，OK， 就是我们的冰沙冲击波了。看起来好像还好，哈哈，感觉我们比较适合破坏地形。走开啦，都是一些小小咒灵啊，不够看，你们不够看。真人欸，我们来打真人看看。格兰尼达冲击波一 ，OK， 超级大炮，怎样？有伤害吗？好像还好欸，哈哈。开啦！哦，他开变杀麒麟体了，向亏向亏，格兰尼达冲击波二，一跟二差在哪里啊？走开啦！我们来一个蓄力的二，格兰尼达冲击波二，远程大炮攻击，走开！好多人，好多人，格兰尼达冲击波一，人类，人类。吃我大炮！一感觉那个范围比较大，哎、欸，哦，吉野顺平，吉野顺平跟真人一起出现了。格兰尼达冲击波二 ，OK， 桃花任务人类，我们这样轻松的解决掉了真人了。现在感觉四大特级咒灵啊都没什么威胁性，都是我们的炸弹超人吗？我们在旁边偷偷的发射一发白白的大炮。OK， 轰炸机，哦，伤害好像蛮高的哦。等一下，谁啊？怎么有个爆炸的东东啊？噔噔噔，吸经验，噔噔噔，开呀、啊！哦，前面是乙骨幽太，不过看来是旧版的。他虽然会召唤李香，但是他没有领域展开。等一下，猎头，格兰尼达冲击波，没有蓄力的。OK， 好像蓄力会比较高一点伤害。对，哈哈哈，格兰尼达冲击波二。超级大炮，谁可以扛住？我们是陆子云诶。哎呀，格兰尼达冲击波二，看可以射多远？发射。哦，好像射得到。然后一是比较扩散型的吗？二感觉是直线型的。好多小小咒灵，可笑可笑。走开呀！是我的方块人铁拳，哈哈。
这是观众取的，大家好好笑哦。方块铁拳这没有丑丑哎，我们来用一个金叉冲击波一，看可不可以射到他那边，把他射爆。罗兰尼达冲击波，飞机头发射，也可以也可以，把他射死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啊，哈哈，都被自己的大头挡住了。现在看到经验都吸一下好了。噔噔噔噔，哦，下游解可以哦，这个可以，而且你还不会领域展开，但是呢，我会领域展开，辽阔沃野。来见识一下必中的冰沙冲击波。等一下，不要一直揍，不要一直揍。冰沙冲击波。等一下，发生什么事？等一下，超级累格的、啊，发生什么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冰沙冲击波，格兰尼达冲击波二，这样还喷不死你啊！下游街，哦 ，OK OK 了，喷死了。等一下，他掉了一堆咒灵，冲击波还没解决，还有哎，冲击波一 ，OK， 特级咒灵六，看来我们也是可以轻松的处理这个下游街包裹太大的问题，哈哈，那我们就把领域解除吧。好多经验哦！等一下，我的经验打一打，天就亮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下。这边有个村庄，非常适合让我们稍作休息啊。我们在这边设定个重生点，开个箱子，只有一些没什么用的东西。有没有甜点？我要吃甜点。面包，面包算甜点吗？有没有甜点？哎、欸，你怎么在里面啊？我们这个村子好小，小村村哦，没关系，你们有最重要的东西。这边还有一个哎，啊，我不会敲第二次啦，哈哈。有没有甜点？我们家里长草，帮你除一下哈，除草除草。OK， 神职人员，哇哦，好酷哦。等一下，让我出去了，走开了，好吧。看来是一个小小小村庄，没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继续寻找可以让我们吃饱的强者，蘑菇蘑菇。哎，谁抢我的怪啊？加帽献祭，谁允许你抢我的怪的？格兰尼达冲击波 ，OK， 贫血跟植栽，哎，嘿嘿，不小心把珍稀也一起解决了。格兰尼达冲击波一，是一个咒力大炮，哇哦，真的是咒力大炮哎，直接轰了一个大洞哎，对不起，我要给他让路啊，不然我最爱的飞机头会被切成三半，谁想吃我白白的大炮啊？这个是我大炮的哦，有卡车哎、欸，我最爱的卡车哎、欸，不要打他，不要打他，我的卡车，两个没水准的咒灵，等一下，我的车不见了，谁呀、啊？你们完蛋了，你们全部都要消失。咒力大炮，黑心企业，格兰尼达冲击波一，是我的白色大炮，走开了，向亏向亏，格兰尼达冲击波二。为什么有魔虚我哦？打了一发黑闪，下游杰跟魔虚我打起来了。极致翻，极致翻对魔虚罗，但是没什么用啊。两只魔虚罗互打，我们来看我们的冲击波可不可以射到对面。格兰尼达冲击波，能量放射，哦，射得到哎、欸，射超远的、欸，哈哈哈，电力旺盛哦。身上有人，偷摸一下他的脚，哎，哈哈，格兰尼达冲击波一。是我的咒力大炮，冲击波二，打你们应该不需要蓄力吧？冲击波一 ，OK， 抽咒具，谁的刀？自下部的刀，那我们就用刀配西瓜吧。前面这不是我们的 Angela 吗 ？Angela， 嗨，等一下不要飞走，好痒，哈哈，让你试试看我的咒力大炮。OK， 天使，你以为你在空中就可以躲过啊？想太多了。那我们好像可以试着跟遗骨犹太来打打看了。那当然要打的话，就是打死灭回游版本的，他会领域展开，非常的棘手。不过没在怕啦，格兰尼达冲击波，不要拿去了，可以可以蓄力。哎、欸，冲击波好痛好痛，果然是我的大炮啊，哈哈，用我的招式对付我，好痛哦。格兰尼达冲击波一。我的白色大炮，哦，他用那个杜鲁夫的招式，还是一，等一下又来了，大炮的对轰，格兰尼达冲击波一，就这样一直远程的慢慢射 ，OK， 你没射到我，
但是我射得到你，应该有射到你吧？啊，完蛋了，被打下来了，冲击波二。等一下，他开领域了，领域展开，辽阔沃野，这样至少不会被他避中。哎，等一下，等一下，有偷打，布兰妮拿冲击波一，带我们轰到啊！你还在吗？走开啊，李湘！你谁要赢了？我要没重力了，我要冲击波了。等一下，哈哈，我自己的冲击波，不愧是我的大炮啊！哎，不要把我关在里面好不好啊？可恶！那我们来打打看咒术高专版本的乙骨犹太好了。打他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开领域了。来吧，领域展开，辽阔沃野，接一发格兰尼达冲击波，必中冲击波，不许动。等一下，等一下，哦、我的剑砍得好缓慢，哈哈。格兰尼达冲击波二 ，OK， 超级大炮，有伤害吗？哎呦，他没轰到我，他被椰子树挡住了。冲击波一。好像要蓄力，那个威力比较大的感觉。格兰尼达冲击波二，等一下，我的领域，我的领域怎么了？是时间到了吗？哈哈，还是我把我自己的领域打破了？不要用我的大炮轰我、哦，好疼好疼！棕色羊毛，走开哦，李虾，不要过来哦。象龟，你没轰到我，换我了，现在是我的回合。冰沙冲击波。大炮的对轰啊，来啊，冰沙冲击波，哎、欸，真的，我们真的在对轰哎，冰沙冲击波对轰，等一下，纯爱，躲远一点，射我啊，射啊，再请你吃一发冲击波啊，纯爱就这，哎、欸，一股嘞 ，Hello， 我好像。摄影呢？看来你这次没有让我吃饱啊！幸好这边还有鲑鱼可以吃，鲜鲑鱼。那我们当然要来坐实一下啦！我们要给大爷让路吗？他要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让路，不过当然是要用格兰尼达冲击波回应他，是我的咒力大炮。怎么样啊？痛不痛啊？怒挪，等一下，等一下，这飞过来了，冲击波一，给他躲过了。身法，就是所谓的身法吗？开走开！格兰尼达冲击波，原路先打捕尸，我还有余力，可以打捕尸吗？冲击波，没有时间给我蓄力了。等一下，等一下，好疼好疼！领域展开，辽阔沃野。哎、欸，好，我们又回到温馨小屋了，哈哈，我来帮你关门的。看来就算我们有西瓜片，我们还是会被树挪斩成三半了。